校区警官带着家长甲小朋友做伙来进行闯关活动，除了宣导荧幕系统的功能，并且透过早期筛检，让家长来了解囡仔行动状况。南投县荧幕协会表示，因的心力主要是为了提升荧幕的品质，并且落实社区化的托育服务，所以办理荧幕的培训、课件者以及辅导管理的工作，让家长在大爱附近可以找到专业的荧幕，透过今日的活动来提供相关的资讯。透过这个活动的举办，那让社区更多的家长知道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系统可以去服务，对，然后在系统内的保姆都是取得合格的资格才能进来。在系统方面，我们也透过咨询方面，我们也可以去协助家长在推补申请这一块，可以就是比较顺利的去执行这样子。除了满足家长找荧幕的需求，尤其在进步为去年开始放宽托育荧幕的资格，连阿公阿嬷若是出得荧幕的证照，带家己的孙买晒补助他领，吸引民众来作为一道就业。会可以顾到家里面，他虽然不是很优厚，倒是很不错的一个工作，不用过得出。家长如果发现说，自己的小朋友在发展的部分，让你有比较担心的话，那其实可以就是透过卫生所或者说是医院，甚至是说直接就是打我们的一个直接跟我们联络，那有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社工人员，就是提供早疗的一个相关服务。基本的宣导活动，马克亚扎吉疗育通报中心做回来进行。那是民众遇到托育的需求，或者是对囡仔发展有所疑问，拢会使跟联络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